发现目标。快动！快动！走！报告站长，主机情况正常。报告站长，装备检查情况正常。好，航海之力，内海舰反潜备变，内抗备变，临舰备变，对潜弹机动指挥，综合弹委托指挥，两进五，航向幺三度，两车进五，航向幺三度到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我们要用胜利续写光辉战史，荣光必将属于英勇无畏的南昌舰。发现不明空中目标，属性不明，一级危险。雷达加强观察。明白，发现敌机载雷达信号。中国的研判，中东有 P 危机。空中目标方位幺五度，持续向我进飞。敌潜艇方位幺三度。发射！发射！准备好，准备发射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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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使命是保卫领海主权，维护海洋权益。舰党委将带领全体官兵，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。万吨级驱逐舰，这是首艘我们舰员在这个接舰过程当中，基本上都是这个白天黑夜的在里边去摸管路，去走线路，尽早的去形成能力去驾驭这艘战舰。入列后仅十个月，我们就提前完成全训考核，前后啊形成了很多的训练成果。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班长带着我戴安全帽到处这个钻，钻完了我们这个线路通到哪儿，上边到哪儿，下边到哪儿，那最后我用的安全帽还是新的，来到最后厂修完了出来的上面这好几个这个痕儿。那个时候训完了之后，就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就是包括现在我们上下级的一个配合，几乎就是不用你说下一口令，我就知道干去干什么。主线不明，一级威胁，预备，发。作为中方的第一艘军舰，在第一发试射的时候就命中了靶船，打个开门红，拖把上贴了一个网，我们首群射击直接把那个网打掉。我们组好像三五栋。舰党委从接船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几个精气神，就让我们去知道我要配得上101这个词，或者是我要配得上英雄舰员这个词，我就要去当排头兵。大家都知道英雄不是支撑的，拼搏磨砺英雄，战场检验英雄，胜利造就英雄。我们南昌舰的舰员其实在各方面其实都要勇争第一。我们带着我们的官兵啊，一年有200多天航行在远海大洋，大家以海为家，岸上做客，始终瞄准强敌对手，在远海大洋冲锋在前，战斗在前，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。英雄城，英雄舰，英雄兵，第一枪，第一舰，第一人。不明海上目标，发射。传承先辈的英雄基因是南昌舰党委凝聚官兵精神意志的重要法宝。历史上呢是有三代南昌舰，第一代南昌舰呢是一艘轻型的护卫舰。1953年2月24日，毛主席亲自登临这条舰艇，并在这条舰艇上会议实例写下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，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。时任我们部门政委赵子军同志提出了上联：英雄城、英雄舰、英雄兵。我呢也顺势提出了下联：第一枪、第一舰、第一人。我也没有想到，竟然成为了我们的舰训。在此基础上，英雄、
也成了我们的文化品牌。拼搏磨砺英雄啊，战场检验英雄，胜利造就英雄啊，我们想让这个英雄名副其实。第二代南昌舰呢，是我们国产的一条051型的驱逐舰，就是以英雄兵的标准去做，无论是在训练还是生活中，时刻的提醒自己要把每一件事都做得很好。我们055型驱逐舰南昌舰就是第三代南昌舰了。我们这一条舰艇呢，传承了南昌英雄城，传承了前两代南昌舰所继承下来的宝贵的这些精神财富，这种红色的基因，我们把它们作为我们的一种宝贵的财富啊，代代相传。军令状要一年接装入列，一年形成战斗力，一年建功大洋。101这个舷号呢，是人民海军的驱逐舰的首舰的舷号，是人民海军驱逐舰事业的起点。都说100分是满分，但是做到满分可能还不足，这个我们必须要做到101分。使用过程中，我们提出了一些武器装备的新的使用方法。从零基础学呢就比较困难，以前呢都是由班长带啊，现在要自己一点一点找材料，找教员啊，找厂家，挨个的去这个协调，去对接，去接受这个教学与培训啊，不断的要提出问题。每天战斗警报都在不断的拉响，晚上都在不断的推演。我们的官兵啊，以部门为单位，以支部为单位，甚至他们以班为单位，他们经常会讨论训练当中遇到的瓶颈啊，遇到的问题啊，把问题提上来啊，到达我们舰党委，我们根据大家提一些合理的意见，及时修订我们的训练方案以及训练方法。就是通过这样大家群策群力以及上下一致同心同力的办法，我们很快利用10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训考核，拿到了通往战场的准入证。批号游动度了，时间不明，立即威胁。好。南昌舰作为已经入列的05军舰的首舰，我们从入列以来，南北跨越40多个维度，先后圆满完成了战备巡航、航母编队部署等等的各项重大任务10余项，展现了我们坚定的决心意志，也展现了我们新质作战力量的使命担当。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，我宣誓，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不灭杀敌特领，直奉准备战斗，绝不怕敌军队，至死保卫祖国。